说着说着这就到了。这是一个什么楼啊，非常的宏伟，我也不清楚这是哪儿，但是地图上标的这是一个好像很屌的建筑。我觉得它这个体积确实挺大的啊，因为德国柏林当时希特勒盖的那个大楼，我觉得也就是这个工作人员的标准，就是这么多几千人吧。这是个小花园，哎，这花也都是红色的，环境非常的好。那边是一个公园，有人在打球，刚才我从那边过来的。